最大的感受是，这次冬奥其实有无数的人做出了努力，但是党和人民都看到了。你今天看到总书记讲话讲得很细，方方面面，这七年从申办、筹办到举办。当然，这个北京冬奥精神是我最大的财富，所以呢，我会把它发扬光大，用在我日后的工作中、创作中。